怀念倪敏然哈，其实好多好多歌哦，他的一个作品太多了，真的吗？我今天透了一点点他的几个，他的几句那个，可能很没有人听过的。嗯哼，他写你有没有听过汤敏跟罗娜他们是爱人？我们没有。老有，怎么几句而已？嗯，汤敏跟罗娜他们两个是爱人。有一天他们在公园里散步碰了个坏人，那个坏人说我今天很生气我要打人，那个汤米说你不要打我，就要打就打我旁边那个人。这是什么？倪敏然编的歌哈，他每一首歌哈他都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。这首歌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在以前做秀的时候，我们最早做秀的时候，我刚刚忽然间想了这首歌，不搭嘎，但是我忽然灵感想到说，哎，这歌好久没有人知道了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只要一做这一类节目，你哥想好多东西、啊、不是你哥就在看、他就开始输送。哎，你怎么忘了这一段？我跟你讲，忽然间，我就跟你讲是这样。这首骗你，所以今天就刚好用这个节目来做个记录，真有这件事。哎，所以你哥，你慢走，真的是忽然间，他不走，他都在看你们的。我说实在话，我到现在认为他没有离开，感觉像怎么像他离开？他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。就这种场面他不会放弃的，是真的。其实呢，这个台式一棚呢是我遇到有很多很 special 事情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是一个好地方，有感应，有很多长官都会来这里参观。今天长官呢，哎，在旁边的莅临来看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他以前的飞上彩虹一些精彩的片段，来欣赏一下。有一次我们是下台完了以后，我们出去吃宵夜，完了回饭店中间的不是瞎聊瞎唱吗？你结果你把我一首歌来给他改了。哪首歌？我改你的歌改多了。这个就改得很高明。是哪首歌？我是一片云。哦，那是最红的嘛，把它变成黑人唱法了。就会讲这一两句而已，非常标准的，如何了？标准的到位啊！哎，八度爱多，给你八啊，还得要肚子才肚子大，所以他才把这个什么宽腰带啊，把它往下撑起来，哎，然后起来，感觉上你不能啊，你给一块的哇，加飘飘一块的眼泪，啊你家伙，对不对呢？怎么样？衣服也穿上了，哎。心情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对对对，你们说，刚才我的日本话你听得懂听不懂？哎，我唔知呀。我讲啥，我自己嘛唔知。你以为好不话多啦？就是啊咧。你呀，你叫做电子机。是什么意思？死死去，但是也阁活着，因为这搞。日本电子机都死了就死了。哇，是台湾制的。台湾的。台湾真的很厉害。台湾电子机是什么？死掉以后有没有？你要重新设定，它又火了，又从蛋里面又爆出来了。对，这形容更贴切。哦，形容成电子，这生命力强，对呀，死不了。哎，其实不只是在这边看哦，它的片段，现在电视每天都几乎有在播你歌片段。嗯，真的什么时候？我觉得这些都大家留起来。看到这些影片，还是会想你大哥怎么走了？对，因为。
其实陆姐应该是受很多于尼哥的恩惠哈。我刚有看到一张你跟他儿子小时候的一张照片。哦，他那个时候跟林飞，我们那时候在台中南野歌厅。是。他跟林飞结婚的时候生了那个老大，就是现在大儿子。嗯，对，那时候我常跟林飞在一起打麻将啊，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，然后那时候很那个。好可爱，那尼哥都会带他到后台来。嗯，你这张照片一定要给小对啊，因为我现在的大亨利了啊。因为我那个时候他看到自己这张照片，他可能自己都没有。我这个照片呢，是上个月我突然间在整理的时候才发现到有这么一张，这是最珍贵的。结果这个月就出了这个事情。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喝彩的。桂姐应该也是李大哥安排这首歌曲很多恩惠了。我对他的感觉是真的，他很值得喝彩的一个人，他把他的好处通通留给了我们，不只是一人，所以我想把这首歌献给尼哥哥，因为正当我开始体会他给我的感觉，我正要起步，结果他，不过他还是在我们身边呢。来欣赏这首喝彩。掌声中，木已经升起。正当我唱在那首情歌，接到一封故乡的信，带来消息。三年前别离的情景，浮现我心底。又记得当时南下列车，水隆隆，一匆匆。慢地推动，我依然苦苦你的哀求，丢下你狠心就走。往事一幕幕轻轻地掠过，朦胧中划过，穿着一件黑色礼服，在教堂中寂寞无助。我独自为你在祈祷，我悔恨满胸。嗯，哇，蔡圭说的没错，其实这个。倪大哥被称为是综艺界的祖师爷，他所有的表演所编的剧，其实是我们值得喝彩的。对，而且当然一个这么想象力丰富，这么会创作的一个人，想必他内心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。那当然，所以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多重要的女人。嗯哼，嗯，除了他，对高大哥应该也很了解。嗯，很多。啊，对对对，你最了解应该是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尼哥呢？我觉得他追女朋友，基本上他的步数啊，在我的印象从头到尾都基本上还是只有一步。哎呦，哎。他就是很喜欢在后台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主持人，一定要在那个幕那边，马上要上台，马上下台。然后呢，就那个女歌星还没有上台的时候，不会做那化妆，他就会蹲在那里，抓着人家的手，跟你讲，跟你讲，他就会跟人家讲一大堆。等会上台你要注意什么？他每次教人家怎么上台，是，教人家表演。那有的人就在想说，哎，刚新人嘛，那如果有个主持人对我不错，哎呦，其实也很好。我记得我们在台南有一次，他在追李丽华的时候，我还劝李丽华不要跟他在一起，套话。你跟他李丽华？我跟李丽华这么讲。李丽华有跟我讲这句话，他有告诉李敏然。我跟你讲，只要跟李丽华劝他哈，不要跟李敏然在一起，李丽华都说李敏然，我真的不要跟你在一起。李敏然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。啊，你为什么要说？他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有多少人说你坏，他就把这个说的坏了，真要命，全部说出来了。嗨呀，数落他一番，他永远记住的。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画面呢，是当年的一些重要呢，他生命中的一些女子的一些影像，我们一起来回忆，走进他的时光隧道。来。
收到你的礼物，那是鲜花艺术，每一朵花都是微笑，每个微笑都是祝福。邀请最珍贵，好像甘露，我曾走过沙漠无数，沙漠旅途渴望甘露，一杯水煮一粒珍珠。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节目为您演出，对，现在我慢慢要为您介绍。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歌舞全才的金鹏，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张丽敏、李丽华、吴明。春天的花朵都在笑，艳艳上开点小的花朵，开得多么鲜艳，笑得多么美丽，我们的小小花朵，生活上充满幸福的笑，笑得多么自由，笑得多么快乐，我们的欢笑中歌唱，我们在歌唱中欢笑。你大哥前妻，对不对？前妻大美人，而且那时候最美的时候，好漂亮，她那个时候真的。而且听说她在最重要的时候呢，嫁给尼哥。我跟你讲，从这个小地方就知道倪敏然是有魅力的。高大哥来分析一下，尼哥最大的魅力在哪里？他很真诚，很真诚，非常的真诚，人言善道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他对人家的那个要表达的时候，他会一直不断的这样把他的那个那种感情流露出来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男人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幽默的男人啊是很受人家喜欢。没错，倪敏然他是本来就很可爱，很讨女人喜欢。你看他演戏这么可爱，他要追女孩子也是讲三句叫哎哎哎。而且他有那种动作就出来了。他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哎，我以前没有学过。他以前蛮绝招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哪一下？学的，你不相信我爱你吗？我撞墙给你看。